俗话说得好，四川人的冬至节离不开一碗热腾腾的羊肉汤。今天雪山羊肉汤安排，先把羊腿砍个块块。这羊子有点少，我们来洗个澡。放点葱姜料酒、花椒。早洗好了，没啥味道。羊肉洗干净，落后焖起。俗话说，鱼羊凑成一个鲜。我们煎个鲫鱼，待会儿弄到汤里面去，爽得很。我们把肉捞起来，骨头还是等它在后炖到，我要再把鲫鱼倒过来。把炸好的鱼放在羊肉汤里面。炖好的羊肉汤，倒锅头就可以涮羊肉吃了。切好的羊肉下锅，再切点香菜、葱葱，马上可以喝汤了。焖火半天，整口热汤。重启羊肉汤，趁热喝，先抿一口。啊，太鲜了！喝汤，再来羊肉。羊肉还是带皮的好吃。关于这道菜，我做一个技术总结啊，其实真的没有必要在这么冷的地方来做，在屋头做到一样的好吃，情理之中。不过是感觉是真的爽。